万不要他考虑了那么久是最后一刻才答应人家，他是一股清流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觉得他能够坚持到底。他也很心疼我，很关心我，马上就带着孙子孙女飞过来看我了，希望我看到孙子孙女就很开心，常常就陪着我了，说奶奶你这只脚是好的啊，这只脚痛啊，他会坐另外一只脚上面，他会帮我挑衣服，我今天这套就是他挑的，跟公主一样的。你千万不要他考虑了那么久是最后一刻才答应人家，我看他唱歌蛮好，就像开源一样，他是一股清流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觉得他能够坚持到底，觉得他是在参与，他享受这个过程，出来工作的过程，在享受没有小孩吵闹，变得很清静了。我说你最大的收获就是瘦了，腰也小了，人也薄了，然后那双下巴也不见了。欢迎收看《西瓜鱼让先闻》。耶！你要老师唱歌？对，可以啊。真的假的？西瓜的作弊王啊！你们都没看。你是游戏王子，我是作弊皇后。我去，你都浪费钱了。那个，来。哎，小心他，小心！贼贼彪，贼彪！你们这些嫩逼！来，继续，我可以。镜头哪里？镜头哪里？镜头哪里？哪一个？给我！哪里？宝贝，对不起。谢谢。放心，不公平的。爸爸可以。不公平的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